欢迎大家登上回家号列车，今天是除夕夜，祝各位旅客旅途愉快，一路平安。今天对我来说简直是太重要的一天了，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去 CCTV 上春晚了。我是回家看我老二羡羡的，这是我老大江江，江肚子里还有一个老三。所以我算是100%的中国人。我算是200%的中国人。大家来中国看这些猫，黑白猫熊。They call熊猫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化学老师，终于可以乘火车回家吃串串香，学生不在身边，心情舒畅。谁说学生不在身边？我就是个学生。这个朱老师一天到晚说老师吓死了，老师吓死了。不过我觉得他是老师吓死人的，老师吓死人的。没大没你东北人呐，咱俩老乡啊。你也东北人吗？那我也东北人啊，我就给人家抹抹墙，什么搭搭房子。哎呀，俺就是出来卖卖菜的，啥萝卜白菜。钱，我好像听到那边有些有钱人哦。春节的火车进好，就是我要捞一笔的大好时机。但是我坐上这趟火车却不是回家，因为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去把耶稣的福音传给千家万户，所以我是一个宣教士。外面你看那么冷，你看他扔下去的话，
们不知道他可能会冻死吗？因为我信耶稣，因为耶稣在我心里面。耶稣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没有写耶稣，我都不懂。耶稣是什么好吃的？哦，你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吗？没有。好，来来来，那我跟你们讲一讲关于耶稣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过来过来吧。下面一个小品是明年再演。